要不要跟我一起去一座海上花园？暖冬的阳光在墙上流影，横跨了时空，绿植闪耀的光谱，用最温柔的方式拥抱着流动的空气。伫立在藤边墙前，斑驳的渔船，木质百叶的居家感，热情洋溢的三角梅，拼贴诠释出往日时光。半身困顿在颠簸路上，来到大别墅短暂休憩。几何花砖用工艺灌溉写意，充满生机的是文字。南洋的梦尚未结束，只留下了诗意的痕迹。此刻的我还不想醒，下一趟旅程却已经开始。于是你听见了关于厦门的故事。